领队的生活需要在不同国家间穿梭奔走，常常让我忘了什么是旅游的初衷。陆文姐，哎，怎么那么久没来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怎么那么久不来看我呢？请喝茶。喝起来真好喝，不但茶好喝，这环境也变得更漂亮，不太一样。当然要不一样，这样子老朋友才会带新朋友过来。真的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本来要和朋友再次重游西北廊道，却意外成为了自己的旅行，而我也找回了最初的快乐。远离尘嚣，享受与自己独处的每一刻。在山林静卧时，我发现了光影的形状。更多的是关心，那难以推辞的温暖好客。西北廊道的热情是它另类的迷人景色。我想去那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教大家来搓揉这个高山的小叶种红茶的制作。好，师傅啊，揉成这样可以喝了吗？现在马上去泡来喝，其实大家喝起来应该会吐出来哦。好，与三五好友茶园同乐，体验在地生活，是值得珍惜的小小幸福。在这里，让人迷恋的不只是浓醇的咖啡与茶香，我还能尝到属于西北廊道的浪漫滋味。这是一趟幸福的旅程，来到这里，一路上收获了数不尽的浪漫、美好。初心如此，我想再次随性而走，不负好时光。